こんにちは。按照你们刚才的要求，小姨做了一个动物的特辑。首先我们要讲的第一个词是小狗，狗是犬，犬汉字写出来是一个犬字，读法呢是犬。下一个是猫，猫的汉字呢跟中文是一样的，读法就是 猫。下来是ウサギ，兔子，ウサギ。兔子的汉字呢跟中文稍微有一点不同，要注意写法，读法是ウサギ，ウサギ。下一个是马，马是跟中文汉字里边的繁体是一样的，读法是ウマ，ウマ。下一个呢就是牛了，ウシ，ウシ。中文是中文汉字是一样的。下一个是猪，不搭，不搭，这个汉字完全不一样，要练习一下它的写法，念法是不搭，不搭。下来一个是可爱的小老鼠，汉字呢就是一个鼠字，念法是ネズミ，ネズミ。下一个是羊，羊的汉字跟中文一样，念法是ヒツジ，ヒツジ。下一个是凶悍的鲨鱼，鲨鱼的念法是サメ，サメ。这个因为汉字比较难，所以我就在这里不写了，只讲它的念法，サメ，サメ。你们只要记住假名就可以了。下一个呢是蝴蝶，蝴蝶的汉字呢就是把蝴蝶的蝶要写两次，蝶蝶。那么念法呢是翘翘，翘翘。第一个翘要拉长，第二个翘不要拉长。下一个是蛇，蛇的汉字也是跟中文一样的，念法是 happy, happy。最后一个是鱼，鱼的汉字呢跟中文有一些不一样，要注意，念法是サカナ，サカナ。今天我就讲这么多小动物，你们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告诉小姨。好了，再见，さよなら。